盛交流哈。啊，首先这个邀请的是咱黄千惠小姐，这个献出一点鲜味。现场的贵宾车这个掌声，掌声到高丽这里，非常感谢这个破声，黄千惠小姐。花烧疼阮生命，情话要讲无人听，情海茫茫苦无岸，风若吹，云若过，月头无地看，用什么款的爱，才符合你要求？花烧疼阮生命，情话要讲无人听，情海茫茫苦无岸，风若吹，云若过，月头无地看，用什么款的爱，才符合你要条件，不知影要安怎，两人才会同心肝，用什么款的情，才会当着伊看命，爱你爱到这，心归肝，用什么款的情，才会当着伊半惊？爱你爱到这，心为寒，都也无伴阮一人孤单。非常感谢洪千惠小姐，一首好听的情话，跟大家讲讲。咱的伴舞老师杨，嘛要来再度邀请咱杨秀聪老师，咱蔡宏毅老师。